心有一分钟，第九大陆强盾战士。战士啊，是近战职业，血厚耐扛，近战打击感爽快，可以装备武器以及盾牌。攻击方式啊，包括了用盾牌冲击、用剑攻击等等，抗打击程度也相当高。其基本操作简单，容易上手。鼠标左键为斩，长按可以进行连斩；鼠标右键为盾击，长按可以连续盾击，还可以使用快捷键 F、E、C、Q， 可以进行腿击、抓捕、击倒、防守等动作。国服20级后，可以选择武斗士、剑圣或守护者。斗士主要是平均型的延伸，可攻可守，连续技也相当猛烈，擅长 A 怪。剑圣则强化了攻击能力，双手持剑时可大幅度增强伤害，防御相对薄弱，有冲刺的技能，适合单挑。守护者呀，顾名思义，强化的就是防御的部分，不仅可以选择拿双手的巨盾，也有许多依靠盾牌使用的技能。 PVP 时攻高、防高、血高的守护往往相当恐怖。